大的小的，因为晚上喝汤的。有汤啊，你会叫汤？是不是？对呀，哎呀，晚上大个小子的。Seafood Island， 哦，对，拜这样，对。会辣辣那个饭你要用那个饭呢、啊、你要吃这个就这个一些那挖起来就好了啊龙果那边好往你等你往你的碗里上这个碗呢我放饭然后放鱼好不好你还没有你还没吃饭呢先吃可以拿来吃啊，像冻鱼一样。去拿你的手，吃那这个小面，然后可以吃，然后在那边，对，你吃，你吃这个，对。哦，好好吃啊！我更好吃。对，姐姐那个菜，我要吃这个菜。是吧？没有的。打在海堆里。对，有秋葵哟。这个好吃吗？我不好吃，我来吃吃。好吧。Give me there, cup there. 吃完了吗？等一下。为什么？我还要吃。完了一个。哎，弄得不错啊！放这里，这什么东西 ？Barbecue 啊，还有这个 barbecue 那个耳朵的 bar。耳朵？哎。那谁的耳朵啊？耳朵，猪肉的耳朵。这个小心的，不能弄脏衣服啊！好恐怖啊！那个会。耳朵给我。那小丑了，弄到衣服，再弄到衣服，一些点嘛，看。嗯，这个都还蛮好吃的，蛮好吃的。还有一个好芒果。等一下，你看这个菜吗？你看那个做很好吃。我不要吃那个。为什么不要做这个？哎，这好吃，后面有做多。这个好像没有牛肉呢。没有了，没有了。没有。大概有没有吃牛肉啊？嗯。就这个。对。肉。荔枝肉串。妹妹，你放一点点，妹妹也把你的饭也放了。等一下。我要快弄。我的碗一起啊！我看给妹妹看。这还有一个。那边还有。等一下，那等一下，你带一下来。我要吃鱼。嗯，好香的。对呀。这怎么了？我不知道，这怎么回事？肉啊。肉。嗯。这算什么 ？Squid drink， 随便乱钻的。鱼哦、喔，不是，鸡肉吧？鱼啊，骨头吧，会不会？鱼子，这个叫鱼子。一个啊。这东西是对。对啊，鱼蛋啊，更好吃，更下饭。不是，不是，鱼好不好吃？我们蘸这个。可以，蘸，哎呀，蘸这个。你这里吃南瓜，吃南瓜，真的好吃。他说这个为什么那么吃？南瓜不知道了，因为他说他很多饭。南瓜，对。嗯，你怎么吃的？要炒还是要炒点？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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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冻到火龙果哦。这样吧，给你看个视讯，给你看个视讯好不好？这是我的舌头。嗯，你们就三双这里。嗯，好，这给你看，这就叫我给你看这个。你看看，能看到吗？你要看我的啊，看，你要看到吗？空盘，有没有夸张？有没有夸张？空盘，你看有没有？哇，你看这毛是鱼，对啊，哇，他们都是吃这样子，这是吃到一半阿嬷，哈哈哈哈哈，好夸张哦，阿嬷送的，哎，这个你看，小丽塔，小丽塔，你看，我觉得先，先那个享受中秋节，烤肉串，享受中秋节，你给他投放在爸爸里面带去。等一下，我们弄一下。投放在爸爸里面带回去。你看这个饭好可爱。我在玩，姐姐在玩你的东西。好恶心，水准太烂。完全没有最棒赛，没有水准了，没有水准。好了，赶快去那边了，拜拜。可以。这是什么肉啊？猪肉还是鸡肉？这很好吃的。fish， 这我不要吃这个。还有 fish， 宝贝。嗯，好不好吃？对。哎，你用吃饭吗？你不要吃了，肉肉，肉肉超超嫩的。肉完全很多。就这样子，猪还是鸡肉？有个老鼠肉。没有。很好。刚做慢，就是还要抓，还没抓好。用手抓，嗯，对，就是用手抓，我抓不开。哦，真的，哦，看看吧。可是我是怀念他们阿大爷啊，就那个。多久了，反正。不一样啊，也是啦。这个是要这样子啊。不用管事啊，有种怀念，因为那是第一次吃，其实差不多东西，懂吗？对呀、啊。那个比较小盘，比较大盘。更小，差不多大了。那个更大。胶质的汤好大块啊，这主要是透明的，好吃啊，像果冻，像果冻一样，像果冻，它已经煮到没有，已经没有油了，刚刚都 Q， 就是那个、啊、那个叫什么名字，胶原蛋白啊，对，对对，这是好吃的，我真的好吃，一个蛋蛋，就那个中间那个，哦，这个有咸哎，我有咸，这有咸还是配饭的啊，这很好吃哎，就是咸的够配饭啊，哈哈哈哈，嗯，我要吃饭啊。这个我要把你填那个小入境解除，跟姐姐好呀，我接过电视啊。
这个鱼好吃吗？那姐姐，你吃的时候可以给我吗？弄来都弄不动。这个是老板的。我加酱了，那个好吃的。爸，我问什么？哎，那吃这个。加酱挺好吃的。加酱。啊，要加酱。都不要吃，没有饭了，不要吃，太咸。我还有饭，饭给你。对。有个饭呢。那个配饭的。我困了，刚一点。哎，那个我放这里的。对的，我没有呢。吃上面就好了。那这个酱。它是有味道的。我教你了啊。我教你的两口来。姐姐吃饭了。什么？给你。后面那一点。我要找姐姐买什么？不够力。这很麻烦。我要吃，不用买手机。我的眼。手机不要看了耶。对，手机放旁边。我看手机，你们就要看手机。我们也没有看，你们要吃饭了，是不是？那边吃饭。你要吃饭，你要吃完。因为我觉得妹妹这样很讨厌，对啊，你要跟她一样吗？对不对？妹妹是多余的，跟我不用跟她一样。对啊。不可能跟她一样，因为你最乖了。你看讲话应该听得懂，已经长大了。那这两天你还是属于二年级，回去一开始。